来这边吃也是来山上榴莲。哦，下午多人了这边。嗯。哦，奇怪，对面那边还没有开啊。我原来是这边下午比较多人的。有些还睡不醒啊，外地的人还没到啊。哦、这几天早完了，三四点就完了。这个星期。这个怎么来的？这个是不是？马拉加味道了。